他知我吗？如果我是曾忆新日对话太急人，独站在你光下就领输音，还是多不去面对黑暗，发日梦我醒了半空如音，更多的的确是太急人，实在我享受纯粹到2009至2010，電子學習世界精英頒獎典禮已經完滿結束，多謝各位。